无人机领域现在已经发展的成熟，且越来越面向普通大众了。特别是中国研发的无人机更是物美价廉的典型产品。虽然无人机上面必不可少的蕴含了一些高科技，但中国大批量制造无人机的情况下，可以让制造成本压缩在一个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而现在的中国民用无人机领域越来越朝着集群表演的道路上发展了。前不久在广州亮相的近1200架小型无人机组成的表演团队，让人们看到了飞机也能做到像庞大数量的鸟类身体一样变化出各种造型来。这些无人机虽然在高空中看上去是密密麻麻的，但实际上每架无人机之间的距离都会保持在1米以上这种相对安全的距离，以防止碰撞。而且无人机都安装了红外距离探测系统，能够在无人机即将相撞的时候紧急避让，以免造成大面积撞击事故发生。可见中国在无人机生产以及控制技术上都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水平。